张朝，这是准备朝觐的人，只为当作正朝而受戒。朝觐者只举意做正朝，而不连带副朝。受戒以后，朝觐的人就要坚持受戒的条件，直至朝觐结束。副朝一年四季都可进行。连朝是朝宫中最贵的功课，就是准备朝觐的人要同时为正朝和副朝而受戒。到麦加时先进行副朝，副朝完成后仍要坚持受戒，直到完成正朝的所有功课为止。享受朝比干朝贵重，就是准备朝觐的人先举意为进行副朝而受戒，并礼两拜副公拜，在完成副朝后就可以开戒，穿上平日的衣服，然后在正朝开始以前，也就是教历12月8日，再为正朝举意受戒，直到正朝结束。享受朝的人应在12月10日改两个生。每个准备朝觐的人都必须受戒穿戒衣。受戒就是准备朝觐的人在戒官进行朝觐举意，然后穿上戒衣诵念应召词，礼两拜受戒复公拜。受戒以后就再不能杀生，不能割草摘花，不能剪指甲剃毛发，不能用香料，不能穿缝过线的衣服，不能与配偶发生性行为，应赤脚光头。如果坏戒了，就得宰一只牲畜来赎罪。刚才我们提到戒宫一词，戒宫就是准备朝觐的人受戒的地方。各国穆斯林都有自己的戒官，戒官离麦加不远。我国穆斯林现在一般是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或是阿联酋的沙加。登机前往沙特的吉达之前进行受戒，因为在飞机飞行中一个人是不能得到受戒的机会的。受戒后应不停地诵念应召词，拉贝克拉赫玛拉贝克拉贝克拉舍里克拉克拉贝克因那拉哈姆达我尼亚玛塔拉卡沃拉穆勒卡拉舍里克拉卡。到达吉达机场后，拿上你所有的旅行证件和行李，等候检查出港。出港后有沙特官方安排的大客车会把你直接送到圣地麦加。进入麦加稍事休息进行沐浴之后，赶快去净寺做副朝。你可以从净寺的任何一道门进入，通过回廊约200余步，你就到了净寺的庭院，会看到科尔白就在你的面前。止步仰视天房吧，这是你一生中最大愿望和理想的满足。长期以来你在图片和影像中看到的情景现在全部浮现在你的面前，此时你达到了精神完美纯化的境界，消除了每一种希望，你的灵魂和意识完全融进了真理。这就是真主设在大地上的第一所房子给你带来的恩泽。这时你应该高声诵念الله أكبر الله أكبر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الله أكبر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万物非主，没有真主。开始转游天房之前，你得先到天房的玄石角，因为每一圈环游都以接吻或抚摸玄石来开始。这时你应把戒衣搭在左肩上，露出右肩来，站在玄石前进行举衣。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真主啊，我举意还有你神圣的房子，求你使我容易的完成，求你接受我为你而进行的七圈还游吧。做完举意，如果你寻得一个机会
便可以真稳真实开始你的环游。要不都用手抚摸，如果人多拥挤摸不到，那么你可以站在一定距离之外，伸出双手向玄学致意并念。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له أكبر ولله الحمد 奉真主的尊名，真主至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然后放下手，按逆时针方向开始环游。此时你要念从阿丹至穆圣的每一位先知念过的读哇。سبحان الله والحمد لله و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الله أكبر ولا حول ولا قوة إلا بالله العلي العظيم 赞主钦定，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真主至大，我们无法无力，只靠伟大的真主保佑。学习表是每一圈开始和结束的地方，当转过天房的三个角后，你到了第四角也门角的地方时，应按先知穆圣的做法，用右手抚摸它并念 رَبَّنَا آتِنَا فِي الدُّنْيَا حَسَنَةً وَفِي الْآخِرَةِ حَسَنَةً وَقِنَا عَذَابَ النَّارِ真主啊，我求你给我们现世与后世的幸福，求你从火狱的刑罚上赦免我们。转回玄师角时，就完成了一圈环游，其余六圈环游和第一圈方法相同。环游七圈后，你应立即去伊布拉辛站立处礼两拜。如果人多过不去，那你就可以在圣寺院内任何地方完成你的礼拜。礼完这两拜后，你就要到穆里台宰姆向主求祈，这是从玄石角到天房门之间约五至六尺的部分墙壁的名字。真主的许多先知和先知穆圣曾经把心肠贴在这部分墙上向主求祈，然后你就去引圣寺的泉水，并向主求祈。اللهم إني أسألك رزقا واسعا وعلما نافعا وشفاء من كل داء。真主啊，我恳求赐给我丰富的营养、有益的知识和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在学识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大厦和位于上层的楼廊，这就是随法和迈尔沃两山之间奔走的通道。通道分上下两层，全部由大理石建筑，上下两层都可进行奔走。奔走一次，先是从随法山开始，开始前先举手面向克尔白举意。真主啊，我举意在随法和迈尔沃之间奔走七次，以求得你的喜悦，求你使我如意奔走，请你接受我的功课吧。在每次奔走开始的时候，都要面向克尔白举起双手诵念 Bismillah Allahu Akbar wa lillahi alhamd。 在向迈尔沃奔走时应诵念سبحان الله والحمد لله و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الله أكبر لا حول ولا قوة إلا بالله العلي العظيم。 当从随法往迈尔沃走时，在奔走通道不远几步有两个绿灯，两绿灯彼此相距只有几码，奔走的人流每次从这儿经过时都要跑步通过。第七次奔走结束后，正是迈尔沃。到此，你的奔走就完成了。此时，你应该剃头开戒。对于妇女来说，应按她们手指三分之一的长度剪发开戒。到此，你的覆袍就算完成了。如果你举意做享受袍，
那么戒衣和与受戒有关的事情也就随之结束。如果你举意做莲朝，那么就不能如此做了。开戒后，你就可以穿上平日穿的服装，等待正朝的到来。应该提醒的一点是，在等待正朝的日子里，你可以在净寺内念经，尽自己的能力，多做副朝，多在天房古墙处礼拜，多看多摸天房，多读古兰经，至少也得读一遍，多做善事，避免犯罪。此外，还可以拜访参观一些位于麦加城中的圣教古迹。教历12月8日到12月12日是正朝的日子。当12月7日太阳落山时，你要做好去乌那的一切准备。按照先知的做法，你要洗大净，并带着小净做受戒的许意念。圣主啊，我许意进行正朝，求你使我的功课容易，请你相助我，接受我的旨意，并赐福于我。我只是为了你而受戒旨意。穿上戒衣之后，你应该礼两拜受戒的拜中，然后高念三次应照词。12月8日这天晨礼拜后，你就得启程去摩纳了。途中你要不停的、频繁的念应照词。因为真主的赐福与灵性直接关系到你念的多少。中午以前你来到米娜，可在向导为你安排的帐篷内或任何地方进行休息。在米娜的这一天当中，你除了多念用教词和古兰经外，还应多多赞主赞圣，多向真主做讨白。教历12月9日，这是整个朝觐活动中最隆重的一天。这天清晨，所有的朝觐者全向麦加城外的阿拉法特山涌进，在那里居住一天。人们把这天叫做住阿拉法特，这是朝觐中最重要的一项功课。谁没住阿拉法特，谁的朝觐就不成，这是教法的规定。人群不停地向阿拉法涌进，你将看到包括你在内的一个人类大聚会，彼此行动一致，没有任何国籍、语言、肤色和教育的区别。人们尊敬间的像浪潮一样滚滚向前，他们都是真主的仆人，都是真主的客人，都是真主召集来的，他们都答应了真主的召唤。中午人流涌进了阿拉法特，来参加阿拉法特大典，聆听大教长发表的演说。阿拉法特是一个既大又荒凉的平原，四周都有标志，你可以在标志之内的任何地方住下。在平原的腹地有一座先知伊布拉欣建造的尼姆赖清真寺，住下之后你就应该赶快办善功，抓紧时间向真主悔罪。太阳偏西时，按教法规定定礼、赏礼和普礼，这两关拜功最好是在尼姆赖清真寺内礼。但是这时只有靠近这座清真寺的人才有可能进去，因为今天的阿拉法特完全是人的海洋，外形相似的帐篷遍地都是，通道纵横交错。我们奉劝住在离寺较远的人不可以轻易冒险去寺礼拜，因为归途中你很容易迷路，那将给你带来难言的困难。最好的办法是待在自己的帐篷内集体做礼拜。礼拜结束后，你要面向克白天房站立做沃格夫，直到日落为止。在这段时间内，你应该从内心深处向真主虔诚做讨白悔罪，
求山主饶恕你生前所犯的一切罪过。这个吉祥的时光年年只有一次，这种神圣的场合别处无求。我们的先知很疼爱他的叫声。当时先知在住阿拉法特时，曾为了叫声的幸福和罪过向山主哭着祈求山主，直到日落西山。这时你要多战胜，多为父母求饶，多念سبحان الله والحمد لله و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الله أكبر لا حول ولا قوة إلا بالله العلي العظيم. 太阳落山了，阿拉法特站定的沃格夫结束了，每一张面孔都喜形于色，所有兴奋的眼睛都流出了虔诚的泪水。现在是该你从阿拉法特起身去穆斯达里法的时候了，因为古兰经中说，你们从阿拉法特斜对而行的时候，当在定标附近穆斯达里法纪念真主，你们当纪念他，因为他曾教导你们，从前你们却是迷误的。穆斯达里法是一个长三里的平原，位于伊纳和阿拉法特中间。在这个平原的远端有一个山丘，就是古兰经中提到的定标。当你到达这里时，在纪念真主和念应告词的同时，千万别忘了要尽力停留在接近定标的地方，因为先知曾在这里停留过。烧礼拜入时后，你应该在这里把婚礼拜和烧礼拜并在一起礼。这里有座叫麦斯阿里大清真寺，这一夜你必须在穆斯达里法度过，最好不睡，多赞主赞圣，尽力多做父公拜，多为你的健康幸福家庭和父母求祈。这一夜的高贵甚至和盖德尔夜等同。在穆斯达里法的夜晚，你必须在这个平原上拾上70颗小石子儿，装在口袋里，以备第二天在米纳设石打鬼用。在黎明时做过晨礼拜后，你还应该完成在这里应做的一件圣行，那就是在黎明破晓之后站在这里停留一会儿，再到日出之后才能离开穆斯达里法。在这里停留的这段时间里，你仍要虔诚地向真主悔罪，向真主求祈，并且还要赞主赞圣，多念应召词。12月10日，红彤彤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阳光普照大地。此时朝觐的人流像潮水一样从穆斯达里法又涌向伊纳，去完成设石打鬼的功课。举行这项功课目的是为了纪念先知伊布拉辛带着儿子伊斯玛仪来伊纳做牺牲，恶魔变成人形，企图阻止他破坏他的善功。就在这里，先知伊布拉辛认出了恶魔，在詹主的诱助下，他用7块石头打跑了恶魔。当他再往前走时，恶魔又改变形状阻拦他，先知又用7块石头打跑了恶魔。恶魔跟随着先知企图想第三次打扰他，使他违抗主命。于是先知第三次用7块石头来打击恶魔，恶魔终于被打跑了，再没出现。后来为了纪念此事，便在恶魔出现过的三个地方建起了3个石柱，标明其位置。当日沙特政府围绕3根石柱建立了一座立体桥，以便解决人多拥挤的问题。桥分上下2层，人们可以在任何一层设石打鬼。设石打鬼只用7颗石子击打，象征恶魔的石柱子，每打一次都要念一次 Bismillah Allahu Akbar， 但不念应召词。
四十打嘴后，你要在伊那虔诚地进行宰牲，因为全能的真主说，他们的血和肉都不能达到真主，但你们的虔诚却能达到真主。宰牲是今天最重要的功课，是为了纪念先知易卜拉欣遵从主命，准备牺牲自己儿子的虔诚心愿。因此，凡举义连朝或享受朝的人，这天都要在伊那宰牲。从伊那东去阿拉法特路的右侧，有专供宰牲的集市和宰牲场。我国朝觐凡惯例是折合市场价，把现金施给穷人或交给向导人代办。宰牲之后，你要剃头剪指甲以示开戒，也可剪去一绺头发以示开戒。开戒后就可脱去戒衣，沐浴之后换上你平日穿的衣服，立即回到净寺去进行正朝环游和随法麦尔沃两山间的奔走。具体做法和前面讲的一样，环游天房后再返回伊那，从12月11日开始到13日，住在伊那，连续摄食打鬼3天，击打3根象征恶魔的石柱。11日、12日这2天摄食打鬼的时间是从太阳偏西到太阳落山，摄食应从靠近海一福清真寺的那根石柱开始，每根石柱都用7根石子击打。每摄食要念 Bismillah Allahu Akbar。打完第一根石柱后，面向天房向主祈求悔罪，赞主赞圣，求主饶恕。打完第二根石柱后，也应该这样做。等打完第三根石柱后，就不必这样做了，可以直接离去，因为这里没有祈求的传统。至于13日的摄食打鬼，在教法中规定是加仪的行为，但是13日你仍住在伊那的话，那摄食就成为你必须做的八支补。因此12日午后到日落的这段时间里，整个朝觐者都欣喜无比，因为他们服从了真主的命令，全美的完成了主命的功课。每一个人都无不为在圣地度过的日日夜夜而高兴。幸福啊，被真主选来朝觐的人们，真主意愿提高了你们的品级，你们都成了哈吉，你们的罪过全被真主饶恕，你们将像新生儿一样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还要提醒的一点是，妇女的朝觐和男人一样，只是他们朝觐时要有丈夫或亲属陪同，受戒后不能显露头发，不能高念应召词，不能在立中间奔跑，可以穿缝制过的衣服，不能在阴体中接吻绝食。最后再有一点是，每一位不论是进行单朝、连朝和享受朝的人，在离开麦加回国前都必须向天房克尔白辞朝。对于已经荣幸地见过天房克尔白并得到了真主的赐福，全美地完成了朝功的人来说，现在最伟大最绝妙的赐福，则是为启程去麦吉纳瞻仰先知的圣灵。在瞻仰中，你将获得的恩赐和报酬是难以用语言叙述的，因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盛大的恩典。先知穆圣曾经告诉我们说，谁在我无常后探望我，同我活着时探望我一样，盼望我陵墓的人，我有搭救他的义务。到此我们讲的朝觐礼仪全部讲完，由于时间有限，许多礼仪中应诵念的读阿都不能一一教授，望大家自己去学。好，下面我们来谈第三部分，朝觐的意义。
从朝觐的活动中不难发现，朝觐是伊斯兰教充实精神和重振道德的一项功夫，是积极奉献与遵守纪律的一项训练，是给予人道与启发见识的一种制度。朝觐的礼仪与过程是伊斯兰教独具特色的，使人团结的力量，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种宗教活动。它是一次人类的大检阅，它把生活在不同的国度、操多种语言的穆斯林团结在一起。他们中有的是非洲人，有的是亚洲人，有的是富人，有的是穷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文盲。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汇集在一起，和睦相处。他们丢开了自我打算，超出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现实和斗争，在一种精神锻炼中团结到了一起。朝觐是说明伊斯兰教的普遍性，以及全世界穆斯林都是兄弟，都互相平等的最佳写照。在朝觐的所有礼仪中，和平是一项最中心的主题。与真主之间的和平，自己心灵中的和平，与他人之间的和平，与飞禽走兽、草木虫鱼之间的和平，都说明了我们伊斯兰教是号召和平的宗教，我们穆斯林是为和平而奋斗的战士。朝觐中的每项活动，使我们都亲身认识到了先知穆罕默德当时传教时所处的精神境界和历史背景，体验到了先知伊布拉欣和伊斯玛仪父子奉主命建克尔白天房的真精神。我们从中可以获得奋发启示和鼓励，从而加强了信仰意志，重结心灵，激励余生。不仅如此，朝觐更重要的一点，提醒人们到了后世将有一个最终的清算日，那一天来临时，所有的人都一律平等，赤裸裸地站立在真主面前，静候自己永久命运的最后判决。在那一天，没有任何人种、任何民族是可以优越其他人的。在真主看来，只有最敬畏主的人才是最优越的人。穆斯林兄弟姐妹们，有关朝觐的意义很多很多，给人类带来的宗教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幸福正是说不完的。由于我们这里录音时间有限，只简单的给大家谈了几点，以来抛砖引玉。你要想全部了解理会，托靠真主，在你朝觐之后便会明白。我们要讲的伊斯兰的朝觐须知至此就全部讲完了，欢迎各位教友多提宝贵建议，以便我们宣教工作更好的开展。最后让我们以真主的一句话来互相劝勉吧。伟大的真主教导我们说，你们应当在正义和敬畏中互相合作，不要在罪恶和敌对中互相合作。你们应当敬畏真主，真主的刑罚却是严厉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真小寺录制，1992年斋月。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友谊巷60号，电话25392. رسول الله بيدي
صلى الله على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众所周知，朝觐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因为真主教导我们说，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都有为真主朝觐天房的义务，不信道的人无损于真主，因为真主是无求于全世界的。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也教导我们说，人啊，真主为你们规定了朝觐为主命，你们应当去朝觐。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的要求，一生中朝觐天房克尔白一次是每一位成年男女穆斯林的主命义务。但是准备前去朝觐的穆斯林必须要具备健康的身体，具有足够完成朝觐的旅行费用，并且在路途平安的条件下才可成行。朝觐是我们每个穆斯林都希望去做的事，也是我们生活中最高的理想。感赞真主，这几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对外开放，我国穆斯林每年前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麦加城朝觐的人数不断增加。出国朝觐期间，中国的穆斯林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和当地穆斯林兄弟们的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沙特政府、世界伊斯兰联盟、麦加、麦地那和吉达的穆斯林兄弟们热情欢迎和款待。然而由于大多数中国哈吉语言不通，朝觐前有没有机会系统的学习一些有关朝觐的规则，因而在麦加朝觐中都感到比较困难。因此我们在各地穆斯林多次来信的迫切要求下，编录了伊斯兰朝觐须知这盒录音带，以便将后去朝觐的穆斯林对朝觐知识有所了解，朝觐前能明白自己怎样去做朝觐中的每项功课，使得自己的善功更完美更完善。好，下面我们就分三个部分来谈朝觐的有关事宜。一、天房克尔白的由来与朝觐的严格。二、朝觐的种类和朝觐的礼仪。三、朝觐的意义。一、天房克尔白的由来与朝觐的严格。圣地麦加是伊斯兰伟大和光荣的象征，真主的第一所房子克尔白是真主的权力、威严、宽恕和慈惠的中心，全世界穆斯林都朝向天房克尔白礼拜，每年有200多万穆斯林奉主命从世界各地涌向克尔白来朝觐。那么天房克尔白是由谁奉命修建的呢？朝觐又是怎样由来的呢？是哪年开始的呢？据史料记载，先知伊布拉辛和他的儿子伊斯玛仪奉真主之命，由巴勒斯坦移居到今天沙特的西贾斯地区后，便着手修建克尔白，并遵命到克尔白朝觐。这是为古兰经所肯定并为历史学家们一致承认的事实。先知伊布拉辛生长在伊拉克，父亲是木匠，专门制作当地人们供奉的各种偶像。小学的伊布拉辛就对偶像深恶痛绝，当他成为一个青年时，竟悄悄地溜到庙里去，把那些小偶像统统地砸碎，只留下一个最大的偶像。当人们问他，伊布拉辛呐、是你把我们的神灵都砸碎了吗？伊布拉辛回答说，
不是我，是他们中间这个最大的干的。如果这些小的会说话，你们就问他们吧。因此，这些拜偶教徒为了惩罚伊布拉欣毁坏他们的偶像，就把他丢掉烈火中，想烧死他。但是真主保佑伊布拉欣安然无恙。于是伊布拉欣为了逃命，便带着妻子萨莱逃往了巴勒斯坦。萨莱因酒昏不愈，为了传宗接代，他要求伊布拉欣娶女仆哈希尔为妻。婚后，哈希尔为伊布拉欣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伊斯玛仪。不久，萨莱也娶得贵子，取名伊斯哈格。自从萨莱有了自己的儿子之后，他对哈希尔母子产生了万物之心，他逼着丈夫赶走哈希尔母子。于是伊布拉欣便带着他们母子离开巴勒斯坦，前往西甲斯地区。真主告诉伊布拉欣，把伊斯玛仪和他母亲哈希尔安置在一个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地方。于是伊布拉欣便把母子俩安置在麦加，托付给真主，天主口唤了。克白所在地麦加原是一个红色山丘，伊布拉欣便让哈希尔在山丘上搭一个棚子作为栖身之处，然后独自返回了巴勒斯坦。哈希尔在这荒漠中孤苦伶仃，但他想到既然是真主的旨意，一定会得到真主的保护。没多久，他们母子俩粮尽水绝，伊斯玛仪哭闹起来。哈希尔怕孩子死于饥渴，便离开那里去找水源，以便保护母子的生命。哈希尔到附近的萨法山上找水，却看到对面麦尔沃山上有水潭，急忙跑过去一看，什么都没有。他又跑回萨法山，如此来回奔跑了七次，却找不到一点水。他伤心地落下了泪。小伊斯玛仪躺在地上拼命挣扎，双脚蹬着土地。忽然间，哈希尔发现伊斯玛仪脚蹬的沙窝里冒出了水，他赶忙捧水喂儿子，母子俩从此得救。这个沙窝渐渐的扩大，成了后来著名的圣圣泉。麦加有了圣圣泉，过往的旅客多了起来，都在此歇脚。后来有些人就在此定居了下来，于是麦加城就逐渐的形成了。光阴荏苒，日夜如梭，伊斯玛仪长到30岁时，伊布拉欣奉主命来麦加修建天房克尔白。伊布拉欣来到后，看到儿子伊斯玛仪正在圣殿前后修理宫殿，便对他说：“伊斯玛仪啊，真主命令我为他在这里修建一座房屋。”伊斯玛仪听到后说：“那你就服从真主的命令吧。”伊布拉欣又说：“真主命令你帮我修建。”伊斯玛仪说：“那我就遵命而行啊。”于是父子俩一起干了起来。伊布拉欣垒墙，伊斯玛仪堆石头，他们父子俩边干边说：“主啊，我们的主啊，请你接受我们的敬意吧，你却是全通的，却是全知的。”当建筑物逐渐加高，伊布拉欣举不上石头时，他就站在另一块石头上，这就是现今人们所见到的伊布拉欣站立处。伊斯玛仪继续用地石头，他们不断地说：“
主啊，请你答应我们的祈求吧。你是全能全知的主。当伊布拉欣和伊斯玛仪父子二人修建的克尔白即将竣工时，还差一块石头，伊斯玛仪便去寻找。等他找回石头时，他惊异地发现父亲伊布拉欣早已把一块黑色的石头弃在那里了。他问道：“父亲啊，这块石头是谁给你搬来的呢？”伊布拉欣回答说：“是哲卜利勒天使奉真主之命从天堂带来的。这块黑石就是当今众所周知的玄石。玄石是一块不规则的椭圆形的光滑石头，黑中透红，呈酱色，上面还有红斑黄纹。克白竣工后，真主又命令伊布拉欣号召人们来迁防克白朝觐。正如古兰经中所记载的那样，真主说：“当时我曾为伊布拉欣指定迁防的地址。我说：‘你不要以任何物配我，你应为环游的人、立战的人、鞠躬和叩头的人打扫我的房屋吧。你应当在众人中宣告朝觐，他们就从远道或徒步或乘着瘦骆驼到这里来。’于是伊布拉欣向世人大声宣告：‘众人啊，来这里朝觐吧，朝觐对你们已成为地分型的制度了。’”关于朝觐礼仪的由来，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后来曾经告诉我们说，这部利勒大天使在受洗日来到先知伊布拉欣那里，把伊布拉欣带到努纳。伊布拉欣在努纳做了赏礼、普礼、婚礼、丧礼和次日的晨礼，然后这部利勒天使又把他带到阿拉法特，让他在牙刷树下休息，人们也都在那里歇息。以后他们又一起订立了赏礼和普礼，一会儿后又订立了婚礼和宵礼，并在那里住下来。当清晨到来时，他们又做了晨礼。晨礼后，哲卜利勒天使又把伊布拉欣带回乌纳，去投石打鬼、宰牲、刮须剃头，然后又带他巡游了天房克白。朝觐克白之后，伊布拉欣圣人便离别了儿子伊斯玛仪，又独自返回了巴勒斯坦。伊布拉欣走后，成年的伊斯玛仪完全地继承了他父亲忠实可靠的秉性和为正教所从事的事业。由于克白的建成及其在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每年从阿拉伯半岛各地来迁防克白朝觐的人络绎不绝地引向麦加，麦加城因此也日益繁荣昌盛起来。在公元五世纪固随本克拉布时代，麦加开始载入了历史史册，它的知名度也随之增大。到了我们的先知穆圣的祖父阿卜杜勒·穆塔利布时代，麦加不论在各方面都达到蒙昧时期登峰造极的地步。伊布拉欣的子孙世代在麦加生活，形成了古兰什氏族，他们继承伊布拉欣的事业，世代管理克尔白天房，但是这时的天房已成为偶像崇拜的中心。古兰什人在克尔白内供奉了360尊佛像，崇拜佛像也是当时最盛行的宗教。公元570年，麦加升起了正道的曙光，最后一位先知众穆斯林的领袖
穆罕默德在这里诞生了。从先知伊布拉辛和伊斯玛仪奉真主之命建成赫白天房开始，直到先知穆罕默德为圣，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一直都按先知伊布拉辛遗留下的朝觐礼仪，从阿拉伯半岛的四面八方涌向赫白朝觐。公元610年，穆罕默德接到真主的启示，并奉真主之命向全人类宣传伊斯兰教。他号召人们摒弃偶像，清除多神教的污秽，要崇拜独一的真主安拉，要荡清人类社会的恶风陋俗，要把人的精神升华到与整个宇宙存在，并与任一论联系在一起。穆圣所宣扬的真理也包括要人们按先知伊布拉辛朝觐的礼仪去天堂朝觐。因为古兰经中说，我们遵循崇奉正教的伊布拉辛的宗教。先知穆圣在麦加一开始传教就遭受到古兰十族人的反对和迫害，后来为了避免迫害保存实力，应麦地那人的邀请，先知便和穆斯林们从麦加迁移到了麦地那。在麦地那的日子里，伊斯兰在奋斗中日益传播，日益强大。迁移后的第一年，先知奉主命把礼拜方向由耶路撒冷清真寺改向麦加的赫白天房。从那时起，穆斯林们礼拜时都面向先知伊布拉辛在麦加建的天房赫白。900年来，天房一直是革命时期阿拉伯人的崇拜之地，每年四月他们都要到天房赫白来朝觐。朝觐即使当时被阿拉伯人蒙昧信仰的其他的宗教功课，它更是伊斯兰教的功课之一。在麦地那的6年之中，由于麦加人的阻拦，穆斯林们不能像他们的父兄那样去克尔白尽他们应尽的宗教义务，他们内心里很是痛苦。但是他们确信不久的一天，真主会使他们如愿以偿的。6年过去了，穆斯林们仍渴望能够去天堂朝觐。一天早晨，穆斯林们聚集在清真寺前，先知突然告诉他们说，他在梦中见到穆斯林们都安全的、毫无害怕的剃去头发、剃短胡须，进入天房祭祀朝觐。当穆斯林们听到真主的使者真梦所见的消息后，马上高呼感念真主。这年先知准备去麦加朝觐的消息，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了整个麦地那。但是怎样进入祭祀呢？用战争的手段还是用和平手段呢？最后几经周折，几经穆斯林同麦加人谈判，双方签订了侯德比亚协约。协约规定，本年度先知不能进行朝觐，先返回麦地那。在来年朝觐期，麦加人事先离开麦加，而后先知就可进城朝觐。这项协约为先知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教打开了大门，穆斯林渴望朝觐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第二年，按协约规定，先知率领2000多名穆斯林赶着60峰骆驼前往麦加进行了复朝，这就是穆斯兰史上的第一次朝觐。教历8年，由于麦加人冲进胡达尔家族穆斯林的帐篷，杀死了20名穆斯林，撕毁了侯德比亚协约，因此先知决定率众去收复麦加，从多神教徒手中解放赫白天房。由于真主的相助，
在穆斯林强大的阵容面前，麦加人低头臣服了。从此麦加归信了真主，克白先皇中的偶像全被先知穆圣亲手推倒。从此拜偶像的痕迹在克白全部清除，先皇克白彻底的从偶像的玷污中被解放了，真正的成了穆斯林朝拜中心。用伊朗的火炬在麦加点燃了，从此伊斯兰之光世世代代的照亮了世界。照历十年十一月即将来临，先知穆圣开始准备赴麦加正朝。在此之前，先知已进行过两个复朝，但他一直没有履行过主面正朝。先知要去朝觐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半岛，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很快的从城镇、乡村、山区、沙漠更疆域辽阔的阿拉伯国家的四面八方汇集到麦地那。麦地那四周搭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帐篷。数年前他们是相互残杀的仇敌，今天真挚的伊斯兰友情使他们汇集到一起，数以十万计的穆斯林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汇集到麦地那。这标志着真理及真主的光明已把穆斯林磐石般的团结了起来。朝觐拥有朝觐的礼仪，此次先知要亲自为穆斯林做出示范。照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先知率领穆斯林们向麦加出发了。他们满怀对真主的信仰，内心充满了衷心的喜悦，风尘仆仆赶向麦加。先知和众穆斯林穿着同样式的戒衣，穆斯林跟在先知的后面，他们的整个心灵全部向着真主安拉，他们万众欢腾，齐声欢呼 لبيك اللهم لبيك لبيك لا شريك لك لبيك إن الحمد ونعمة والملك لا شريك لك。 我应允而来了，主啊，我应允而来了，独一无二的主啊，我应运而来了，赞颂恩惠和大权皆属于你，我应运而来了，主啊。先知和穆斯林们的祈祷声越过河谷，跨过沙漠，河谷沙漠好像也在同先知一起发出向真主祈祷的回声。这段祈祷词是先知伊布拉金在麦加附近的艾布古白斯山顶上为传布真教而呼念的。当时他的声音响彻云霄，声震四野，不仅世上的一切生命都听到了，就连母腹中的胎儿也听到了。穆斯林朝觐队伍于教历十二月四日到达麦加，先知和众穆斯林急忙来到了先房。先知亲吻的弦石围着克白转了七圈，前三圈是跑着绕的，他在伊布拉辛站立处礼了两拜，然后再次亲吻了弦石。先知走出禁寺，来到祖法山，在祖法山和麦尔沃两山之间奔走了七次。教历十二月八日隐陀日，先知率众来到努纳，在那里搭起帐篷，做了当天的拜登，又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坐过城里，在众穆斯林簇拥下骑上骆驼来住阿拉法特。太阳偏西时，先知又骑上骆驼前往阿拉法特谷地，在那里他以洪亮的声音向人们说：人们啊，请听听我的话吧，
我不知道今年过后是否还能在这里和你们相会。 先知预感到大限临近了，这次朝觐就是他的告别朝觐。他想使伊斯兰教的教义在穆斯林的头脑里和心目中深深的扎根。先知的演讲不仅谆谆地教导穆斯林们教义，而且还教导了他们道德的准则和待人接物的礼仪。 先知在结束他的演讲时说：“人啊，你们应该理解我的话，我已经进行了传达。我给你们留下了两件法宝，如果你们坚持，绝不会误入迷途，那就是真主的经典和使者的圣训。”先知演讲完毕，从驼背上下来。 停在那里做完赏礼和普礼，然后先知又骑驼来到索赫拉特，向众穆斯林宣读了刚刚接受到的真主启示。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了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了伊斯兰作为你们的宗教。 艾布拜克尔和众穆斯林们听完后都预感先知就要归真了，因此他们全都哭了。先知离开阿拉法特，在穆斯达里法过了一夜，在那里做了婚礼和收礼。第二天清晨又做了晨礼，而后又骑驼来到米纳谷地，在三人柱子处。 用七块石头打鬼以纪念先知伊卜拉欣，因为恶魔曾在这里三次企图阻止先知伊卜拉欣为主宰生。打鬼完后，先知亲手宰了63头骆驼，把驼肉和驼皮分发给当地的穷人们。然后先知剃了发，再次进麦加巡游新房刻白。巡游完后。 先知的叔父阿巴斯给使者一瓢圣圣饮水喝，然后使者率领穆斯林离开故乡麦加，返回了光辉的麦地那。至此，先知的朝觐结束了，这也是使者进行的最后一次朝觐。在这次朝觐中，先知为后来的穆斯林做出了朝觐的典范。 直至今日，每年前往麦加朝觐的穆斯林都是按照先知的朝觐礼仪进行的。 صلى الله على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صلى الله على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朝觐的种类及朝觐的礼仪。 朝觐是一项在特定时间、特定地方举行的特殊功课。朝觐的时间是在照例每年的10月、11月的整月和12月的前半个月。